两个，我可没，去个二院看，他说那怀疑不是，没事儿，给我开点去白丁，我磨了磨了没。后来今年我主要啥，我吃好多海鲜，哦，吃好多海鲜，我是从网上过年买了可多海鲜，这吃完了。呀，我一看大了，我有点害怕了，我就说赶紧过来看了。对，所以这个病的话，我们在生活当中饮食要注意。哦哦哦，羊肉呀，羊肉海鲜呀，啊，你说的鱼，淡水鱼可以吃，像鲈鱼啊，什么是草鱼那些鱼可以吃哈。对，带发性的千万不要吃。不吃啊，芹菜发不发？香菜呀，韭菜。这些的话就是，光敏性，啊，光敏性影响光疗效果，平常可以吃的羊肉呀。海鲜呀、啊，这些哈、哦，本身它里面的那种、啊、特种蛋白啊、哦，高蛋白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发、嗯、啊发展、嗯，所以饮食上还是注意。我今年应该是今年过年就开始复发了，发的挺厉害的，没那么多啊、哦，所以还是要早看。